時間過得非常之快，一眨眼咧，即係到咗我哋音樂會嘅尾聲部分啦。我哋嘅十二位單簧管樂員咧，咁啊，最後咧會同我哋嘅兩位導師咧，頭先有介紹過啊，何敦文博士同埋謝宗元先生。咁啊，會為大家咧演奏兩首嘅作品。咁啊，第一首咧咁樣咧，我非常之。都係咁樣嘅。咁啊，集合咗咧歌劇《卡門》裏邊嘅三個嘅著名歌曲，分別係《阿拉貢舞曲》、《巴巴奈拉舞曲》同埋《鬥牛士之歌》噃。 咁啊，第二首咧係日本動畫電視連續劇《新世紀福音戰士》嘅主題曲《殘酷天使的計劃》。咁啊，我哋咧14位嘅演奏者咧會喺指揮歐維斯小姐嘅帶領之下咧演奏呢兩首嘅音樂曲嘅。事不宜遲，將個台交俾佢哋。
多謝所有朋友，今日嚟到同我哋不如咧，再次俾啲熱掌聲，演奏者。咁啊，感謝你哋非常之精湛，亦都有多謝音樂節目組咁多位嘅導師，佢哋悉心安排啊，非常之感謝嘅真。咁而都提提各位啦，咁啊，如果之前咧從未遞交過你哋嘅電郵地址俾我哋嘅話咧，咁啊歡迎啦，咁啊轉個頭去到台州度揾我咧，填翻張顏色卷就咁啊留低你嘅電郵地址俾我啦，咁我以後咧可以。